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 2.3 活动星芒说变第七天层层加码。星穹铁道 2.3 小活动星芒说变第七天层层加码。今天的 buff 是终结技和追加攻击，你就选两个适用角色，加上姬子、沙金，都是终结技和追加攻击。这一期就是为翡翠量身定做的一期活动，涉及一个绝对的爽绝，自动就可以打满，而且是完美锤贯。天啊！票，给别灯，小心。逃不掉。一无所有，或者赢下所有。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命运哇，也包括我。那你发圈圈，降时间，咯噔噔。哎呀，发圈圈，这么大的钻石，放给你。有粉金不守规矩的话，万事香。与此为惧，你我都无法反悔。Yes， 逃不掉了。啊，我起了灯，很想继续自考苦修，一瞬继续，万事香。但他这个得令啊，买了，有损机心，耶，万事香。哎呀，嗯，耶，啊。叠出签啊，振幅啊，一直放轮转啊，欧射邪魔，呀，啊，这啊，谁是食言的坏之孩子？反真真啊啊，有损技术啊，哎呀，这旧与时节律，危险，对对对，有损技术，很危险啊，这么大是钻石。送给你，有损即是不守规矩，有顶不反真真。啊！说到做到，哼，哼，哼，下，要，给爹灯，小心，逃不掉的，再撑撑，啊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，给爹灯，教育时机，再撑撑。哥，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哥，不守规矩，哥，逃不掉了，哥，鬼爹灯，哥，哥，与此为惧，你我都无法反悔，啊，真真，很想继续自考苦吃，鬼爹灯，逃不掉的。哎呀，谁是食言的坏孩？就是把真真，不怕，那分一无所有，或者赢下所有。嘿，怪石香，哈，有损技术。哎呀，怪石香，教育时间买了，有许个几些灯啊，逃不掉的，有损技术，不爱。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，不爱，不守规矩，不信，大真真，多不，我也逃不掉的，
判定危险，渔夫失明。啊，这样呀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哼，又坏掉了，我错你，小心。来，教育时间。与此为惧，你我都无法安稳，逃不掉。对对对，买了。很想继续自讨苦吃，范真真。我跟你讲，学识食言的坏孩子。但是，给爹的不守规矩，范真真，逃不掉。一无所有，或者赢下所有，小心。然后这么大的钻石让给你，对吧？教育世界，逃不掉的。然后给爹的不守规矩，范真真，是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我，哥，嘿，我，呵，嘎，呀，这。说到做到，是，哦吼，这啊，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伪善，不，这小事，哎呀，教育时间，啊，逃不掉的，买了，日的啊，不守规矩啊，啊，逃不掉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与此为惧，你我都无法反魂，很想继续自讨苦吃，逃不掉了。反正，嘿呀，哇，哎呀，这么大的钻石。送给你，谁是食言的坏孩子？手刷，小心。人类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也包括我在内。一无所有，或者赢下所有。买了，哎呀，教育时间，呀，逃不掉，诞生，别辜负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哇。对对对，小心。